掉壁了，来，就那么一瞬间哦。什么叫科学之美啊？你看喽。不错吧？漂亮吧？哈哈，都不一样。OK， 我们的宝刀。哇哇哇 ！OK。有同学问我说：“老师，那学物理能够把妹吗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行？你看哪个妹漂亮，对不对？”就过去了。物理老师用音频作画。眼睛不要闭哦，来，就那么一瞬间哦。什么叫科学之美啊？请看喽。不错吧？漂亮吧？对，下一道菜啊。请看喽，请看喽。来，我们刚刚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回到刚刚那个，就是另外一个。同场加映，物理老师的乐器表演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闭着眼睛都。有同学问我说：“老师，那学物理能够把妹吗？”我说为什么不行？你看哪个妹漂亮，对不对？就过去了。遇到两兄弟，他说要宝剑，那他说另外一个兄弟说我要宝刀怎么办？那就送他一把宝刀嘛，对，宝刀。我们不要宝剑，我们宝刀。宝刀这样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怎么样？这样才好看的，叫宝刀。很满意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。OK， 等一下哦。OK。我们的宝刀，哇哇哇 ！OK， 然后呢？气球，哦，这一部分可以放进去。